挺狠的小伙子。谁 force 他不拉的了？其实我们一级就能杀他的，我都没杀他。出招吧！好家伙，这刀一个没补着，宝贝儿，帮我拿手机给我回一下那售后。你跟他说鲁大师啊。荡妇二连。然后你跟他说，你给他拍个这个地方的照片，手摸也特别热，这个地方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重锤回家。哎呀，这刀补的我脑袋疼，能不能给我个和解？我差点钱。算了，有点不要脸，回家吧。我差100块钱，我差了100块钱呢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从晚点吧，那出招吧。那你就说晚点呗，晚点找他呗，我们晚点找他吧。你说现在在用什么打野的？对面真就是该轮呗。锤接重锤接晕平 A， 平 A 好拉，平 A 跳 A，A 接重锤，啥意思？对，因为它太热了，转速太快了，就会有声。我确定。不是，他不是坏的。也行。俺们家现在有27度，28度。好家伙，28度，真热呀！不开暖气就行了，28度啊，真热。谢谢星落尘。昨天我的猴被剑尖打爆了，正常，剑尖哪个版本都厉害，剑尖。严阵以待。走呗！看住！哎呀，我的炮车！直接跳，锤，重锤，跑了。插眼了，这不盖轮到了？跳锤一晕走，不打了。这么两个半玩了，要杀我，这不给落手害死了吗？你们是怎么想的？一个五级加一个五级来打我一个六级的呢？啊，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太狂妄了，真狂妄。
再见。溜了。会喷麦吗？会有麦喷出来吗？那不好意思啊，怎么喷麦了呢？为什么会喷麦呢？出招吧！啥叫喷麦？喷麦就是。这就叫喷麦。插个针点，叫不来重锤，叫重锤，开 E 晕锤锤重锤，闪现重锤。他不知道什么叫喷麦吗？我给你喷一个。重锤重锤锤锤重锤，跳走，升了升了，我溜了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他也升了，哎，这边晕晕慢了，要不然我还能跳走。这把得要水云海呀，我们先来个红宝石。不是不跳眼，他连招太流畅了，我咋跳啊？他闪现拉回来 ，A 加 W 外圈刮接一个 R， 我没个躲呀。我那 Q 音技能没好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给个红 buff 吧，老弟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这个红包给我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完美简直。盖伦跟我在这打峡谷先锋，我把你给杀了。你俩干啥呢？跑的是真快呀，我的天，真能跑啊！这俩人敢打峡谷先锋。我干他来！这盖伦今天不杀，誓不为人。我俩在这里转，把蓝打了他。还打峡谷先锋，还要拆我的塔？我都给你杀了！我跟你说，拆我的塔，拆我的，拆我的塔，还拆我的塔，给你杀了，我让你拆塔。谁的塔都敢拆？拆了得了。回来了！喂，你这个峡谷先锋啊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不可能让他拿峡谷先锋吃到东西。盖伦闪现闪的位置确实还行，不过
艾克打人确实有点刮痧呀。严阵以待。这个落手干哈呢？这落手，找到他。这个位置刚好卡视野，跳过来，吓跑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移动镜头的时候有点糊，那啥吧。你们如果糊的话，你就原画的换蓝光，就不糊了。你怎么还敢出来呢？你，我把你杀了，还敢出来啊？放牙骨先锋。我的，你这峡谷先锋有点用。还跟我打啊？咋的你呀、啊？你好像不服我这一看呢？你怎么这么猛？再慢一点闪好了，闪快了。其实我都有预料到他刚才有可能会直接把我给抠死啊，我预料到了刚才这波。但有的时候我预料到的东西吧，我还是想去做一下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下边泽拉斯有闪，我没有闪，难呐，我没有闪啊。非得让我玩的武器大师，本来我玩个乱干辣挺好的，你给我死！没想到吧？你给我死！他怎么还值钱了呢？因为拿着助攻了吗？把蓝 buff 打了，不打呀，我打。这有个蓝 buff， 严阵以待。我这给你点面子了，这盖伦啊！一看呢，这是啊，敢从我的面前经过，你以为你是螃蟹？他跟我在这横着走。还有谁？我来看一看这高地的情况。没人啊。嗯。看住！重锤。
人有点多，指定三四个，要不然那盖伦没有那勇气往我脸上冲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勇气，那绝对是后边有好几个人，我们往上冲，这就上当了。看住！几个人？好像没什么用啊，这一个盖伦，一个人我们就杀，两个人我们也杀，三个人我们就跑，四个人我们就跑，五个人我们就死。把这洛婶杀了啊！再杀这凯南，人有点多，锤锤，跳眼，哎呀，又是泽拉斯。给我从天上劈了下来，我们来一个巨型九头蛇吧。去下路拿个蓝 buff， 我们继续推。最尖儿了，谁的尖儿？没有尖儿，哪有尖儿？谁的尖儿？有飞尖儿吗？把他们也换上。没看见飞尖儿啊。谁乐意送谁送吧。我们这身份一个飞机还得感谢一下呢吗？真是不开皇帝别叫我。扯淡的那是没老当真，这不开玩笑呢。我们去找的洛克萨斯之手，哼，小伙子，我直接分析你啊，从哪里走？今天你指定是跑不了。你从下面劫，我从上面劫，他搁这儿呢，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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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呢。没有，查过了是吧？啊，搁这儿呢，人呢？哎呦，我这落手，这落手挺能跑啊！跑回家了，没办法，开疾跑，我们跑不过他。打大龙啊，打呗，打一个吧，反正啥路都破了，也没东西干了，只能打大龙了。你们觉得能不能杀死我？我觉得能。
我这么锤不行，14个，你觉得不太行，差一点点。